方向。哦，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37公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，我是丽姐。今天是周六啊，现在我们去老肥村的路上。今天老肥村肯定很热闹的，像大笑谷啊也去，那个舅妈也去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上路了。真的老肥村这里哇，最喜欢看老肥村这个四合院。我跟肥妈来看一下老肥的香猪，今天见到老肥村了，我们进来看一下。肥妈，你先进去。真的，我把你啊。我关起来了。哦，把这鸡关起来是吧？等着。看一下老肥的香猪先。好多鸡，好多鸡，养鸡的。看一下他的香猪，猪仔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在这里。在这里。不是叫狗啊，叫猪。在这里。哇，这里。看着真的好可爱哦，丁丁丁丁，咦，有，刚刚吃东西耶，刚刚起来吃东西哦，奶奶，我看一下，高的吃奶奶，好可爱那个小香猪，好看，我想有没有摇三个破的回来，我刚喊那小三个朋友回来的鱼呀，跟肥妈去看一下鸭子哦，参观一下老肥的鱼塘，老肥的鸭塘。对，里面来呀、啊。哦，进里面去看一下。啊。要喊他肥妈点了，他来这个国家嘞，还在玩水。老板，这个毛鸭是自己买吧？这个他打电脑放那个，这个打电脑就是放那个。哎，得了，等下他出去了哦。这大厨，是不是要喝两杯？哇！是不是得喝两杯哦呢？要大厨，要大厨师。哦，那个要做的，又是司机，又是大厨。哎呦，煮菜又好吃。小航，又得叔婆抱喽！哦，哎呦，你看哪里？看哪里呀？啊，又得叔婆抱抱了哦！嘿嘿嘿嘿，哦，在看他爸。哎呀，我说在看谁呢？在看你老爸是吗？你有笑啊！你也有美美照的，就是还没照得。看他爸了，在那笑。我说在看什么了？你看你在讲。一模一样哦，一个模子。像不像？想晚了。今天我去加油，那个我那同学说，咦，跟他爸一样的。不戴帽子的就更像哦，看爸爸在那里是吧？老是看着爸爸。爸爸给你这个顶呱呱，看见没有？顶呱呱哦。给你个顶呱呱，哎呦，我的花都湿了。康总，哥哥在跟你家混，跟你混的吧？就是跟唐总混。不会迷路，跟着杭总混不会迷路。廖总呢？廖总，会迷路的吧？不会，跟着廖总不会迷路，只是他长得太帅了，懂吗？等一下，有点他太帅了，怕自己犯罪，懂吗？我的帽子拿得去哪里了？你想是不是想？想干嘛？你想要到这帽子啊？你说出来嘛，你直接给就好了。喂，叔婆，看这里，看哪里？我的衣服好看是吗？我的衣服有美美是吗？我喂奶的时候老是看我这块，我把它给剪了哦。不是的，那个好看了吗？哎呦，阿姑，你怎么在充电呢？我都不知道，我要充一下电，我的手机也没电了。第一个笑，充一下电，老点酸了得了。
穿那个穿内内裤嘛。你早讲啊！阿姑，他说捞点酸的，他早讲啊哦。叫他吃酸，我不吃。大姑，赶快先坐。那我跟你。哎呦，是我两个人家哦。啊，你们两个先坐。我们同大姑的。我们坐的，我们给你们倒筷子。真是老牛。有一个是吃素的。有一个是吃素的。中午不吃素吗？我中午出去肉的。我不知道你是吃素的吗？我是晚上吃素。坐坐坐坐坐，坐下来。哎呦，等下来。你们没有看我装的啦？哎呦，好吃的呀。好不好吃？那拿垃圾桶，垃圾桶这么多。你看，你看你去到哪里，带菜刀到哪里？人到哪，菜刀哪的了？三只羊要带锅。上次带锅来的。对呀，上次我们带锅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带到山上去。没有，下回你带菜了，又带一个锅，然后到半路你就煮了，然后你马上进来。但是你就推锅，然后我吃饱我才进来。上次的时候叫我带个锅，然后带点菜，在半路煮完吃完，然后我吃完之后我又进来。你要把带锅去春游啦。人家拿少个坛子，本来说去春游。我们什么时候有？今天拿来拿去都没有，都哭，怎么就不这么开我们什么时候有去搞个春游？要看你们的时间哦。我等下，我下岗了，我今天。现在就是。你的时间，你这还有一个月，春节也过了。现在你们最幸福。小航航，我们报一下，我们小航，等一下我们要等回去了不？要回香洲了，今天来老肥城吃好喝好玩好，等一下要回香洲了。看一下小航航航总噔，他现在抓镜头的，他会抓镜头了，你看到吗？他会抓镜头，你看他会抓镜头的，噔，叮当猫，我手机后面有叮当猫，是吧？等一下我们要回香洲了哦，是吧？哎呦呦呦呦，好，今天去老肥村，先回到家了，哎呦好累，好好洗漱，准备休息。这期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下期见。